冯教授，您如何看待葛剑雄教授？这是个老先生了啊，快80岁了。他这个关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这个言论，什么又是历史虚无主义呢？我一看到这个网络上这样的一个报道，我是瞠目结舌，大吃一惊。我认为他这种说法是荒唐至极，就是说他你如果不论证中共就是中共掌权就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指控是紧跟党中央，紧跟《人民日报》，鹦鹉学舌，而且出于这个葛剑雄老兄之口。我们有个一名职员，他这个是本来在史学界他是蛮有名望的一个教授，而且他这些年来其实跟自由主义学界他没有入门，但是至少说算同路人，也走得蛮近的。在一些特别在关于中国啊，就是这种很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很强盛之后，他甚至冒了一些风险出来，根据他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因为他是谭其骧的弟子了，对历。应该是中国国内这个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第一把交椅吧，就是中国这个自古以来的这个版图变化。他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当时其实讲了一些官方并不很喜欢的话，比如说自古到什么时候，以中国这个版图时大时小，以这个你不能。讲这个历史，什么时候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自古以来，台湾如果你讲自古以来，台湾从来不是。所以这个你像边疆地区，像西藏啊、新疆啊，很晚在清代才纳入中共版图。所以他曾经在历史学界，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他久负盛望。但是这几年他是。转身去变成一个官方的应声虫，特别到现在你提到这个说法，就是要去跟着官方同一个步调。他如果光讲说，如果你讲做历史研究。不管是古代史，本来近代史不是他的行当，他进来说本来就不合适。但是你不能，如果你光光说说做历史研究发表出来的那些文章书籍，如果不去或者不利于论证党国的这个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就不会被官方所接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更走一步。说你这个历史学家，那就应该配合党、配合党中央、配合人民日报做宣传，昧着良心来去虚学阿谀，来去虚实道明。以这样的做法，就是说，而且这指控你，如果是去追求正史、追求信史、追求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跟党一样的倒带一耙。这是体现出这个中这种话，就体现出这个葛兄现在是陷入那个道德虚无主义，讲得更重点是这个彻底的堕落，就一个学者的堕落，你再也没有说为了真理，为了真相，你去遵守你的学术规范，遵守你的良知。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你不能出来昧着良心说撒谎，这是一个底线。如果他现在就说去反过来指控这些写信史的人同行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越过这个基本的道德底线了。因为其实中国古代以来，但是你有官修史书，他也讲了很多官修史书都是论证当朝的合法性，但是中国的那个哪怕是官方的史官。
也有贬鄙直书的传统，就哪怕像比干啊，像太史公这样的人，他哪怕受到很大的冤屈，还是坚持自己的见解，就这个传统是一直是很源远流长的。因为历史学家，如果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只对历史真相负责。就像你是学法律的，法律你法律人只对法律负责，你不能是去低头给这个权威给权力献媚。这个从这点上讲，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瞠目结舌，就是不可思议，什么葛兄一下子堕落到这种地步。冯教授，您是历史学家啊，也并且是专心研究历史。现在中共好像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了，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各种英雄人物啊，各种历史事件、党史，我就这么定了啊，定了以后呢，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方向去说，你如果去质疑，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总是一头雾水，您能否谈一点看法？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你是顾名相义，你真正去给他下定义的话，他就是这个否定历史的真相，否定历史的一个本身，来去为了现实的政治目的编造子虚乌有的历史，或者是歪曲历史、扭曲历史，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把这个，因为历史和历史学有两个是不同概念，一个是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这就是历史。那么历史学或者是历史编撰学，就我们后来写的历史书，就我们说学历史那写的历史书，这个历史书它本身就是想去复原历史真相，尽量去复原，可能永远也复原不了。但是你如果是遵守大家都确立起来的基本的历史规范，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不同的学派都有充分的机会发言，发表他的成果，是能够接近，起码说接近那个历史真相的。有些当然是，如果说考古它是真正怎么样怎么样，它是真相本身，但是哪些人讲哪些话，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有可能历史记录本身就不全面。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就是要还原真相。但是历史跟宣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是有规范的，你是有大家遵守的一个规则，比如说你是要言之有据，实之有理，就是你必须符合这个基本逻辑，你说话你要论证的话，然后你要有根据，而且根据有历史家学家说孤证不立，你如果仅仅有一条证据，你不能去论证那个很大的议题，就是你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可以存疑，可以去有这么一说。所以这是说你起码说你有良知、有修真的这种基本道德理念和这个基本的历史规范、历史学规范。我这个虚无主义呢，就根本不顾这一块。我为了我现实，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不管历史真相如何，我信口开河，我想怎么来怎么来，就是故意的、存心的去歪曲事实。这就是宣传，这就是我的利益，我做宣传，我不管事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中共这些年来把这个追求历史真相的这种努力倒打一耙，把它这个指控成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他们关掉了那个尹黄春秋，尹黄春秋其实是党内很多这个过来人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不一定完全准确，这我们知道，但是他是去纠正原来以前在毛时代、文革时代，把历史学彻底降为这个政治的奴婢，彻底的歪曲的历史，
重新把它纠正过来，去挖掘一些历史事实，他反而把这些人或者这群人或者这些人所做的努力打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文字狱。现在我想不到葛兄从历史学家这么一个身份出来去公开的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我这个非常不认同。